Hello，欢迎收看鲑鱼局的珠宝 3D 建模教学频道。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花朵造型镶口的钻戒，然后在戒角的部分做的是这种单臂环绕式的戒角，围绕着镶口，让戒指呈现出植物的有机感，就像是花朵沿着枝叶生长的状态。那这个戒指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戒角的部分，再来是镶口，最后是戒角上面这个细节装饰的做法。先来做戒角的部分，这次还是用曲线圆来做戒围，记得不要套用旋转与缩放，这样调整戒角会比较直觉。把钻石先大概定位一下，有个依据。钻石一样用30分。大概抓一下镶口预计的位置。回来看戒角，这种形状对称但方向相反的物件呢，是没办法靠镜像来做的。所以先做半边，剩下的半边最后再处理。新增平面，大小用 1.6， 细分，添加曲线修改器。切出中线，再删掉左半边的顶点。先拉出长度，差不多到这边，到左视图确认一下，删掉上面两个顶点，变成线。新增一个圆来抓弧度，记得预留一些镶口的空间。调整位置，这些删掉，按右键把线细分，把它们接在一起，看一下弧度变形的感觉，看起来还 OK， 形状再微调一下。按右键用 Space 均分顶点的距离，再往 Y 轴挤出 1.6， 这样位置就直接置中了。前面的法线方向不对，按 Shift 加 N 翻转法线。 2.8 的热键改成 Shift 加 N， 要记住哦。再调整一下形状和弧度，调好后往立轴挤出厚度，厚度用 1.2， 一样看一下形状顺不顺，看起来都还不错。然后选这些顶点往上拉一点点，
再按 R， 用旋转做出斜度。这边不够，再多一点好了。这样差不多，检查一下变形的转折顺不顺。再来调整细部的造型，把这两个顶点往下移，这样看起来更有被枝叶包覆的感觉。切出中线，两侧往下滑动一点，这边的倾斜感再强化一些。压住 Ctrl 做两个顶点之间的最短路径选取，配合 Shift 选另一边的路径，把选取的部分往 Y 轴移动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。再来选下面的顶点，选好按 SY 放大一点点，这样倾斜感就更明显了。再来是模拟叶片形态的部分，选这几个面，然后按 Auto 加1，沿法线挤出一点，再把头尾的顶点合并进去。合并顶点，这边好像胖了点，把内部的皱褶稍微加深一点。
把叶子下方的这几条边线往上滑动一点。这边再小一点点好了。OK， 接着来做箱口，切到右视图会比较直觉。新增平面，切出中点。调整宽度和弧度，再切细一点。宽度缩小一点，挤出厚度。先用 0.9 好了。环形阵列看一下效果。把空体的力轴转60度。再调整一下花瓣。整体 Y 轴放大一点，让交错的部分多一点。这边再调细一点。往外拉一点，做出花瓣微微外翻的感觉。
花瓣再开多一点好了。再让花盛开，先往 Y 轴移一点，让花瓣渐层交错，再转一点角度。这个时候要注意哦，因为最后要布林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底部，避免交叉的重叠出现。把枢纽点改到 3D 游标，整体再转一下。这样看起来就更有正在开花的生命感，侧面也很好，戒角稍微收进去一点。注意一下接触的部分够不够。这边再收一点点。箱口再放大一点好了。这样子交叉重叠会让布林失败，要记得调整一下。先把花瓣布林完好了，阵列先套用。现在箱口重叠的面很多，直接跟其他物件布林的话会出问题。那先把花瓣分成三片三片两组，再把一组分离出去，把两组花瓣布林在一起，这样就 OK 了。复制一个箱口留底。再直接套用修改器，OK。接着就是最重要的另一半戒角，面的细致度先调整一下好了。
另外半面戒角的部分有点复杂，看不懂的话要多看几次。把正中间的面和线删掉，全选，用对称画做出镜像。确认一下没有重叠的顶点，接着复制左半边。复制完输入 SY-1， 物件就会变成方向相反的物件。可是这个时候法线的方向也会跟着相反，要记得反转法线的方向。然后把吸附的元素类型改成顶点，按 GY 移动，压住 Ctrl 让顶点确实吸附在一起。这个很重要，顶点一定要重叠在一起才行。对齐后先把它隐藏起来，再把左半部的顶点都删掉，叫出隐藏的部分，全选，合并重叠的顶点。中间还是多了一条线，所以这边凸起来了。把这条线删掉，消融没效的话改直接删除线。这样这种形状对称但方向相反的戒角就做出来了。那从这个戒角的制作方式大概可以知道，因为要处理中间接合的部分，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办法对这一个部分做太多的调整。那如果说我们一样想要把戒角做成上窄下宽的样子的话呢，可以透过金格修改器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新增金格，修改器说明在右上角，我就直接操作了。当戒角添加金格修改器，因为要调整的部分不多，把 V 跟 W 调到4就好，因为只是要放大这边和上面一点点。 SY 放大，这边也放大一点点。这样上窄下宽的形状就做出来了。这边再大一点好了。这样戒角就完成了，然后内围的形状再强调一下好了。这样内围就更明显了。整体的效果也很好， OK。再来示范一下用小球增加箱口和戒角的接触范围。
尽量不要让小球露出很明显。这个方向露出多了点，再调整一下。这样就没有那么明显了。接触的范围也 OK。然后把箱口底部超出戒围的部分布林掉。确认一下布林有没有问题。这样这个花朵钻戒就完成了。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们订阅和分享。如果觉得 Blender 很棒的话，可以考虑订阅一下 Blender Club。既支持 Blender，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好的资源，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教学再见，拜拜。